魏勋这两年在声乐上真是进步很大。我刚才跟小朱还说，那个气息特别稳啊，而且一个长音里面还有细节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魏勋的气，他可以练那么长，也是因为我教他了。对，因为我气本身也可以很强。你要演绎一下吗？我刚听明白啊。来，他刚刚崇拜是最高音到哪里？崇拜。现场吧，差不多有三分钟吧。我终于明白这个是谁教的了啊！江哥，你要也来一下吗？来。来个正宗的。不弄了，我就还是听听他们吧啊。